I know. 这个不错吗？这个虾子也不错吗？对，而且可以重收的。然后，哎呦，你要哪一个？哇，那边有超大的虾子哎，要丢一个进去的。哦，是哦，他可以帮我们处理好吗？它是有 cheese， 看这个。我们刚刚买了 zebra， 它还有野猪，还有一些野鹿，麋鹿也有，还有袋鼠。好。安康鱼吃起来就安康鱼的味道哦。还有什么？啊 ，zebra， 我们要买 zebra 的汉堡肉。我知道。Let's go。我们现在来到高地的某一个湖。好啊，我们呀，找一个景点。应该是转角，这哎呦，应该是这边。秒车哎！耶！小心哦！啊，我可以帮忙。哦，我们上次的真的是上次同一个帅帅的点。好，我觉得不用太下去，就不然火可能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坐在这，很好看。给大家抢光光的锅炉。掉了，哦，跟客服用 WhatsApp 聊天，他说我们可以先用在这里，可以让他们试试，所以我们就等于免费来做产品测试概念，也可以插不进去，没关系。好 ，Are you kidding me？ 可以吗？有火，但是火这么小。哦，看到了。好，至少还能用。应该是要噗一坨出来的，不是吗？啊，是不是可以调那个火焰大小？嗯，待会儿就研究好。要不要帮你挡风？不用了，是易燃的，应该很快。哎、欸，下面一点，嗯，下面的，下面的，嗯，小心啊、哦！我们还有你的茶壶，哦，真的烧好快哦！哇，可以哦，嗯，瞬间就可以开始煮。干杯用中的吗？还是大的？干杯用中的，中的吧，因为火锅要很大的。啊、用中的就好。如果要可爱的话，跟小的都可以啊。小的会不会太麻烦？不会吧，小的差不多一样大小嘛，对不对？小的再小一点，小的可以拿来煎蛋。哦、小的很迷你，只能放两颗吧。哦。对啊，这比较好一点。
开始了。我们今天买了这超厉害的油。什么一个厉害法？就是它是有四种混合的，然后我们打算用这个油来煎我们刚刚在新鲜鱼店买的干贝。哦，那么是哪四种混合呢？考到我了，是希腊、意大利、葡萄牙跟西班牙。西班牙这么多？对。OK， 我们来试试看。直接去渔夫那边买的，对，新鲜的鱼店，他们都是钓，就是海钓的那种，是直接钓上来的干贝吗？嗯嗯，然后他就是有帮我们处理好啊。OK， 你觉得油已经热了吗？让我听一下，让我听一下，应该可以。我想说要让他有另外一只手套吗？你要把它弄上来。我要弄。用火，这是我的任务。哇，好刺激哦！希望会好吃呢。嗯，油要不要多一点还是不用？我觉得应该，它不是不就是铸铁锅嘛，应该可以。OK。哦，有够热了！哇，这肥滋滋的，我就要跟我那种比较多橘色这个东西的。一次全部一起吗？好啊，全上，反正这个够新鲜，应该是生的，应该都还是可以的，我觉得。哇，这么豪华，不是那么豪华哦。嗯。哇，这才10块多哟。嗯。哇，这样才台币300多块，嗯，350块，很划算耶。而且它是新，就是很新鲜。嗯。OK。哇，你闻到了没？哇，可以闻到大海的浓缩味道在这里面了。我现在是大厨喽。大厨 ，Go！ 现在我们就欣赏我们的美景，这也是我们的秘密景点。OK。然后刚好很刚好。今天就走我们来 ，OK， 我们抢到很好的停车位，可以直接东西去那些装备在这里，然后就可以直接这样。我们要跟别人抢到什么地方？再说。试试看。好啊。我在吃口水了。那你要不要先吃？让我偷尝一口。偷尝一口，小心哦。嗯。熟了吗？好像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吃起来。不录了，吃东西。吃东西。有歪骨的香味。哦。This is a 歪骨 beef。We are cooking zebra。Zebra。小心哦。这还好吧，我们多虑了，有可能被烧完了吗？嗯，刚刚还很多的。
啊，好想带白酒来啊！我们现在没带白酒来，吃蒜啊，加点 Riesling 进去有没有？奶油 Riesling 不错。下次我们要想好菜单再出门。我们就很随意啊，我们今天要买高级料理这一车的。你看新鲜的虾肉一下卷起来，嗯，好像又饿了，明明才刚吃完斑马肉。你要先吃烤，先吃烤好的吗？还是你要把它加进汤？我要先吃烤好的。我来拿一个碗。好，教我们的姜还有蒜头，我们要煮鱼汤。嗯，刚刚的虾仁我们是先煎的，然后再放进去。没错。你现在要煮什么呢？我们刚刚在鱼店买了新鲜安康鱼。哇、哦！安康鱼。我刚刚已经先下了我香菇。仙女散花式厨房。对。里面有什么、啊？有虾子、香菇，然后莲藕，等一下会再放豆腐跟青葱。哦，是什么汤啊？酸辣鱼汤。酸辣鱼汤，呜、噔噔噔噔噔，超大 K 安康鱼干。对呀、啊。哦，这在台湾多少钱啊？天哪、啊！哇！我用夹子下去哦。OK。谢。No worries。哇，很好吃！哦，我竟然吞口水了。安康鱼的肉，哇、哦，听到那个声音了吗？香辛啊！安康鱼这么大一块了，要说、嗯，来换个大厨，野外吃海鲜锅，长长久久，约好到白头，我超大的。你浅浅的微笑，就像乌梅子酱，我尝了你嘴角。风吹过你的头发，我好喜欢。